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看由天元围棋为您带来的第27届 LGB 世界棋王战16强战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黄毅中老师。黄老师好，好。夏娇你好，亲密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今天16强战有很多我们很关注的中韩对决，比如说今天会给大家介绍丁浩九段对阵金智熙九段，以及柯洁对阵申敏君的棋局。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去比赛的现场看一看。依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是现在世界比赛还是在线上进行。那我们现在国家队也刚好在衢州集训，是的，对，所以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就是柯洁。LGB 的用时也比较长，所以在赛前好像大家也针对这个用时进行了训练。是的，我们最近的训练都是针对 LG 的40秒读秒的，五次四十，可能是我们训练可能是2个小时吧，2小时之后5次40秒，稍微比他这个时间短一点。对，正式比赛是3个小时。对对对，这样有利于大家练一下读秒。然后杨鼎新已经是率先，基本上我看已经胜对，已经是，好像结束了，好像，对对，已经在杨鼎新，对率先拿到了一对，张8强的入场券，然好后丁浩对金智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今天我们是有3场外战啊，外战。只有赵晨宇跟芈玉婷是是内内，战，对，这是我们韩国的监督，然后棋手会把电子产品上交，然后赛场有一些准备的一些点心，毕竟每方3个小时啊，还是一个持久战。因为是没有封盘嘛，所以肯定下到中午的时候会有点饿。是的。芈玉婷。是，芈玉婷和赵晨宇虽然是内战，但是保持比赛的一致性呢，也依然是在网络上进行。这都是棋友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现在国内成绩非常好的棋手。因为现在的世界比赛，你要想出线啊，这是经过国内的一番厮对，杀，从强手如林的选拔赛当中才能拿到这个名额。这是我们的华老师。因为我们这次等于是国家队集训是在，实际上没跟这个赛场在一起啊，这是衢州市国际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好。那所以可能其他的队员是在另外一个对集对，训场，就远程关注队友的棋局。好，那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金智熙对丁浩的这盘棋。那经过猜先，丁浩掷白棋。是的，估计是丁浩猜对了，选择了白棋。对，这也是 LGB 的一个特色哈。有对的对，比赛是猜先完以后自动决出来，是的，但是 LGB 是可以选择的。因为那个初始胜率啊，即便是6目半的话，好像也是白棋要高一点，好像是白棋51点几，51.9好像是，对，就是 AI 给的胜率是51.9，6目半的时候，初始的时候，所以再加上棋手可能平时因为中国规则嘛，也是下，对，应该说下白棋更顺手一还点，下白棋一点，对，所以尽管有一目之差，还是选择了白棋，然后上来是一个错小目的开局，对，可能这个也是他赛前就专门准备了一下吧，估计。那金智熙的选择肯定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开局了。其实都高挂也很少见，哈哈，看来这个双方都想下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不要走入对方研究的套路中，都是对，显然都是打破对方的意图。那如果高挂的话，这个定式就比较简单了，对，棋友们也都知道。然后接下来白棋是手脚。可能我们原来见到就是定式的延续，是准是备的，是拆的，一个。走高的猜多一点，对。这个反正布局怎么下也都可以吧。可能是像这个形状，可能丁浩说不定他研究多一点，比比猜在拆这，边可能更熟练一些。那么黑棋接下来也是拆，拆边，对，这也是双方的一个消长的要点。白棋逼这住。组也是大场，放大了，不然这一手被黑棋拆过来，也对，是非常大的一手棋。是，都属于双方的要点，对，所以尽管这个间距可能看起来还好，但依然很大。接下来黑棋点角，边角，现在一盘棋不看到一次点三三，感对，觉都缺了点什么。你要下新位的话，这个点三三的概率就很大了。是，那现在白棋因为黑棋的配置，对，他就选择了一个简两单边的。都有子，所以他觉得呢，白棋觉得走这个外势可能
意义不大，所以他就选择把这个连扳简明的把角吃掉，对，取地。对，那这样黑棋可以得到一个先手。对，黑棋先手定型。那定完之后呢，现在棋盘上就是上下两条边，他选择的是打入，同时也有点对白棋施加一些压力。然后白棋是跳了一个，像这边拆个一也是非常大的。拆一他可能就是觉得如果黑棋逼过来的话呢，这个白棋对白棋的压力大一点，白棋自己的压力大一点。所以他没有选择先抢这个。对，他是先自己出头。自己出头，把跳在这。对，但这样的话这个好点黑棋就会抢。黑棋占据根据地。他这个跳呢也有往这跳的，以前他可能因为跳这个呢可能就没有下一手。下一手不多。对。你再靠下来黑棋要长了。黑棋会反击了。因为这边都是黑子嘛，这边黑子白棋作战被冲断以后作战可能不利。他跳在这的好处呢就是将来有下一手这个再跳的好点，形状会好一些。棋形自己的眼形可能会好一些。实战好像就马上就跳了。黑棋爬一个。对，然后定型完之后白棋觉得这边告一段落，对，来这里适应手。对，这个靠也是这个对这个大飞手脚小目大飞手脚常用手段，就是这种靠。你说如果没有 AI 的话呢，人类可能要发现这部靠呢可能需要一定的岁月吧，暂时都不会往这靠。对对对，一般来说很难想象这棋会往这靠了，这样定型是比较好的。对，在我们过去的理解就是如果白棋自己主动凑黑棋这样一个形状，怎么想好像都不一定便宜，就觉得因为本来大飞脚可能有很多手段碰进来或者的，现在让黑棋就是变成实地化，就未来这三个子对外面到底有多少用，可能我们想要判断清还是比较难。对，这个靠呢黑棋还有一种下法是从外面搬，白棋可以搬进去，然后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型手法吧。 对，然后打。这个棋我们应该也有见过。对，吃回来。然后搬过来。搬白棋拐吃吧，白棋拐吃。对，黑棋也有出来和提的量，提的较多，提的比较多。然后连扳下来。这样。这个真子是白棋有利吧。对，白棋有利。应该是有利。哎，你说这个尖冲还起到引针的效果。对。但是呢这个棋呢如果现在这个配合这个情况下呢这个白棋就比较满意了。因为黑棋这两个子的交换呢是明显亏了。然后白棋呢这边的配合非常的舒适。所以现在黑棋不会选择这个方向。不合适，现在这个从选择这个定型方法。对，但是棋友们要知道局部有些局面啊，对，就是比如很多局面下这样选择也是可以的。所以对于白棋靠来讲他也是要考虑黑棋可能会有这两种应对的方式。通常比较多。实战我们看啊金志熙选择的是内扳。那白棋大致就是如此。黑棋立。然后接下来白棋的话局部也是有断或者是直接拐的选择。先断其实也是一种下法，先断。问一下黑棋怎么下。因为你如果拐的话我总是好的，我再拐总是便宜的。将来立一下。对。他可能应该只能说是从逻辑上来说他可能是担心这样把黑棋拐外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换的话很多场合我们见到可能是这样下的。现在就是这一下交换之后白棋在这个局部有没有很好的下法。是的。对。这样的话呢因为你先断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下去。你再这样拐了扳你可能第二下你就压不着了，第二下的再压的人家可能就要扳起来了。这样的话呢这两个交换有可能损了。对，就是本来这边断过来对可能会严厉一些，但是现在这一下交换有可能是损的。对。所以实战它是没有，实战它是先压的。那这样的话黑棋通常就是长。
然后他再来断，再问一下。嗯，现在那断的话，还是他还是不肯走这个，他走这个呢被白棋立一下呢，嗯，然后再被白棋这个压一下，嗯，黑棋还是不能搬。对，现在，因为这个棋你如果不断的话，嗯，这样的话你先压黑棋很就要搬起来了。对，嗯，因为等到这边作战的时候，那他打下来，这个挡我就给你也没关系。因为这样的棋你现在先断完力啊，嗯，这个断就严厉了。嗯，你这边的话，白棋借用多了，这个断的黑棋打了这样贴下来呢就不太成立。对，这边白棋打了一靠，嗯，气非常的紧。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次序上，对，白棋是先压，嗯，压完再来问黑棋的应手。对，先断一个，嗯，然后这时候黑棋拐了一下。对，拐歪了，然后白棋是跳在这儿。嗯，他可能觉得跳在这呢，嗯，黑棋打将来这个棋形呢有一个被靠一个，可能形状不好，不好被靠一个，嗯，你搬的话呢他就一挖这个棋形。对，如果是之前就下成这样，其实很多时候白的未必是想这样下，是的，有可能直接飞。对，所以他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要留有一个对方的这个棋形的要点，嗯，他就是直接下来这儿。 对， 对，那这样白棋下的比较厚以后应该要对这颗棋子去施展一些进攻。嗯，他实战是选择的这个位置，这，嗯，对，其实他就是这种棋呢，因为下面也漏着风嘛，嗯，他也想吃掉这个也是比较难，他就是通过这些阵啊攻击获利吧，就是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嗯，对。但可以看到黑棋的处理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嗯嗯，他是觉得这颗棋子既然下面 对漏风轻，嗯，说明你围不大，嗯，他甚至还要再便宜一下，嗯，那随着白棋再补强一手，嗯，其实黑棋真的跑这颗子就显得比较无趣。嗯，所以黑棋的思路是这边便宜一下以后再来打入。嗯，嗯，很灵活下的。嗯，他就是看清嘛，这个子将来跳一个什么的。对，比如如果你真的吃我，嗯，那其实下面好像不是很大，这个子对干子干母，而且你来走的话呢，你搬的话呢也被加一个。嗯，你要立下来呢，这顶着搬还有很多利用。嗯，如果说你只能围在这儿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大，嗯，这个地方。对，所以他是先打入。那我们来看看丁浩会怎么应对。打入，他选择尖一个。嗯嗯，还是把这边让他有点自然无疾而终的感觉。对，这个时候黑棋选择了拖。 嗯， 嗯，去腾挪。嗯，搬。对，然后这个棋白棋其实局部的话，嗯，其实我们常见的肯定是有立，对，虎连扳，嗯，打吃，包括吃这个，对，有很多种选择，嗯嗯。那现在白棋应该选什么呢？对，因为这有个子的话呢，嗯，你首先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对对，首先吃这个不好了，你这个子就太重复了啊，嗯。你接呢又人家虎太舒服，虎的，对，这两个虎的话，人家我觉得也被人家一虎一个也好像或者还有可能打劫，对，就这样。补一个，嗯，把黑棋也活得很舒服，嗯，所以他可能觉得只要能被黑棋下成这样，他都觉得这个地方黑棋处理得很舒服，嗯，所以丁浩呢这个打吃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我觉得，嗯，这个局部，嗯，破坏黑棋的眼形，嗯，这样黑棋虽然是可以吃，嗯，就是去打吃这颗棋子，但白棋看清它，然后对整块棋进行，对，它主要是这个棋贴出来正好你这个子就显得被有一点位置不是很好了，它正好把这两块棋分断，嗯，这棋感觉上白棋挺好局势，嗯，因为这样黑棋好像看上去眼形依然不够，嗯，还需要继续腾挪，就这个棋就感觉白棋下的非常厚，你觉得没有？整个棋全盘，嗯，白棋下的很厚，这个棋对感觉黑棋好像首先这个子是已经有点快危险了，嗯嗯，然后这两块也都没有安定，对对，白棋很有可能可以缠绕起来，很主动，嗯，白棋也很厚，嗯，对，
你还说这个开局这个丁浩的状态是不错的。嗯，那黄老师，您觉得丁浩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棋手？丁浩还算比较稳健的吧，还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扎实的那种棋，我觉得他的棋。所以现在的格局其实也挺符合他的棋风。对对对。对，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缓攻你。嗯。好，那我们继续看白棋长，黑棋需要连接。然后白棋在恰打，对，一边是自己联络，同时减少黑棋的眼位，感觉都是让黑棋很难受。嗯，你看黑棋这个棋形，下半天一个眼就是下面有半只眼，是，这边这两块如果被分断的话，这棋会非常苦。对，而且白棋这里越来越厚，以后其实黑棋现在就希望自己的棋子当初还不如在这边，对，就把自己也撞到。那接下来黑棋会。哎，跳了一个，跳了一个啊！嗯，跳一个，他显然就是希望我，对，希望冲嘛，他应该就这样顺势拐出来啊。如果你这样，我也就藏出来，嗯，相当于是苦肉计，对，用一个诱饵，差不多这两块如果能连上，他就是他的这个作战意图，嗯，但并没有啊，我们的丁浩，他可能是不是能不能挡住的，这个地方如果断。他是不是这样杀气？我看没，是不是直接有可能这样杀气？也因为他这，因为这有一下吃的。对对，你猴他挡住这个地方，黑棋气还挺长的。对，就是黑棋他这里不是先吃掉的，他是看你走什么。对，如果你单猴，那我也不吃这下。就挡住了。对，这个地方是由于这有一个扑。杀气好像白棋杀不过。你搬粘牌就一粘住就行了。黑棋，我们看一下，如果白棋搬粘，不对，这个粘的话被打吃了，那他只能先接这个，先接这个，这一下这个粘是个勺子，被白棋打一路，对，这样的话，这样如果你走，这样的话我靠这个，对，要从外面收。那这个棋。可能白棋得先虎一下，就是说白棋杀气之前，虎一下再搬着，虎了再搬着，虎了再搬粘的话，那我是不是打了皮这个啊？对，打了皮不对，我先靠也行吧，先靠他团这个，团我再 再提，对，这样感觉白棋不是很满意，不对，但你这个他有眼杀了。我提不到那一下。嗯，看一下，这地方还是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次序啊。走虎了，但是呢，那我走不到这。但是作为黑棋来说，他有没有可能把这几个弃了？也有可能。嗯，就是说把我先说把这个提了，把怎么样？这个也需要去判断一下。嗯，这样黑棋有可能你吃了，他就先手把这个提了。嗯。这样的话就是黑棋全部变厚，然后这里其实白棋可能全盘就主要是这里的空。这个地方一路跳不知道行不行，看看黑的有没有更好的。哎，不是，我就一路跳一个杀棋，一路跳了我再冲这个，然后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局部你可能得白棋得扑进来了。但白棋扑先扑总是好的，对，反正这个地方冲黑棋很有可能要挡住。那如果说能挡住白棋这下冲，那就不能冲了，对，就有可能是帮黑棋的忙。所以跳的时候，白棋选择的拖一个，对，是正确的。那黑棋肯定不能继续再下来了，这样的话断点非常多。所以他是拐一 个、从白棋的招法来看，黄老师，我感觉丁浩应该对局势还比较的满意，也比较自信 对，因为这两步虽然说肯定是下得很棒，但是感觉在局部来讲他并没有挑最狠的。是这个棋呢，就是说他觉得呢你这两块棋不好连，你要想跳的话呢，这将来被一穿的话呢，这个局部你连这样贴回来付出的代价太惨重。所以他觉得我这边先下后，对，然后你还是连不上。对，那黑棋实战是打吃一下，然后白棋就提。白棋提。
然后从下面，好像我看，点这个，点他是想先手在这下面做想就副地业，做活吧，因为他觉得这地方自己连连不好，对，刚刚说跳的话有破绽，他得想就地但做是活，其他的我也很难把这两块连上。他有可能是其实好像最好的下法是往这边碰接近，哦，就在是这边通过这个人能够绕一个大圈，对，对对对。对把它围上。接近，然后再看这地方怎么封，或者是你下几个以后飞在这地方都有可能。因为你如果不走这儿的话，其实退和长还有点先手味道。是，但是像他实战点完以后，白棋对，就比白棋较太厚。厚了，他这几下交换，不便宜好看上去，黑棋是多了一只明确的眼，但是白棋一旦厚了之后，这里反而变得有点薄。反所以这正。样他就只能自己飞一个。反正这个棋，反正丁浩还是下的比较顺利的，我觉得开局阶段。对，而且黑棋好像，其实黑棋的控已经比较确定了。是的。基本上就是这两大块，然后这边看看会被白棋对，攻成什么样。还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怎么定型。对，然后白棋就跳。分段一步一步，对。感觉确实白棋下的都是很稳健的下很法。主动，这个棋白棋跳。那黄老师，您觉得金志熙的风格是什么样金志熙的棋下的反正挺撑的，我觉得气候。的？相前对天来也讲，讲了吧，他反正这棋总是挑最强的下吧，那所以他们今天也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是比较偏稳健的，一个是撑得比较满。其实从前面的招法上也可以看出来，黑棋就是这颗子他觉得危险，但是他要打出新一块，然后现在就是看他这两块怎么来制孤。那白棋现在丁浩间分断，段，黑棋打，这反正有两种分段方法，靠也可以，现在靠断，因为你这个顶断呢，真子还是白棋有利吧？真子不利，但是呢，你断的话呢，我是不是可以挖这个？就这边还有个断点。对对对，如果这样，就把你这样。断了。这个转换是这样的吗？还是有别的？顶断，因为如果你冲的话，这基本上好像，就下成这样了，没有因什为么。如果白棋后手还是对，会被整掉。就下成这样，这样转换吃两个白。对，还有一种下法，白棋长是吧？长一个，但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对，点死。看起来不太像什么太好的样子，给它挡住。但确实，如果上面全都能吃住，这样他打下去的对，话，但这边气有感一觉点上是不便宜。你如果从下面断被黑棋打下去，吃掉两个子可能。你要走可能点，得断上得面从上面断。看他怎么这需要一个判断。刚才那个冲了哇也有可能白棋。如果从这边断的话，所以呢，丁浩呢觉得呢这样的话呢需要靠呢有点担心他可能从这边顶，对，所因以。为如果白棋能这么断，那他肯定很满对意。对对，因为相对来讲，尖断的是以后白棋有棋点形软。差一点，对，现在如果是能这么分断，他肯定会更作战更有力。但他担心的就是现在有没有可能会被反击。这应该是他担心的这个顶，刚好现在确实争子到这儿，争到这儿呗，所以我们可以验算一下。所以他能选择了这个尖断，反正总的思路是对的，把这个。然后黑棋打了贴，反正怎么看都觉得这个黑棋是很勉强的。有点，辛苦，感觉两两块边棋都要不处活，理。白棋拐，白棋只要顺着下就行。是，而且我看到接下来做活的方式也是要他是，需要挖了，已经。他不是，他这个挖是希望你挡一个，他在打他这要个，这样，对，这样他的就太舒服了，这个黑棋定型。这一个滚包对，这打得了，滚一下白棋，这一下可能这个胜率就降到，降到个位数了。如果这样被对，滚主下要这个眼型特别好，对对，是，所以这里要小心不能轻易的去应对，对。因为你这个棋，你如果先打了再挖呢，白棋就有顶了，对，我如果再挖，白棋白可以棋会顶定，了，顶你冲过，从这边冲了，打出来，对，给大家看一下，刚好气有点紧。
对，由于这边是软的，对你扳完可以把了哇吃出来，你封不住这个白棋，那你就那个这块棋就挖就不成立，对对对，不能打了挖，所以他想先挖，因为这时候如果你顶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这我就打了，对，冲就可以了，打了一冲，这样的话白棋气非常的紧，这白棋就死了吧，我们看一下好像，对，所以这里还是比较巧妙的，打吃，白棋打了粘，黑棋可以拐，对，这样这盘棋就结束了，对，拐完这一扳，对，这个狮子技巧可能很多棋友也可以看出来，对，所以单拉其实看起来挺妙的，对，但是丁浩识破了他的意图，那还好白棋友这里有一个这个妙手，比较强的反击手段，对，这地方局部也挺有意思，我先破你的这个。这样呢你挡的话呢你这个被冲下来好像也不太行，你就只能挡，但你挡我就防住了你刚刚的这个从这里打吃，对，你现在不能打的话呢，那你如果只能从这打来不及提，对，你这一下提不着了，这被白棋冲出来了，提的话，对，这样我肯定不会再去连接，这就裂了，这白棋黑棋就裂了，其实对，所以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丁浩应该他间断的时候呢我估计看到了、早有准备，看到了白棋有这个尖的反击手段，对，不然如果被一滚包好像很难受，痛不欲生，是的，所以这里的话挖被白棋反击我感觉看起来也不是很便宜，被白棋反击因为这样黑棋只有挡，那白棋打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滚，他只能粘，对，白棋就这个防守很成功，对，这样会感觉黑棋的上面需要立刻处理，不然的话现在这个棋你看这个白棋这一点它也没活这块，而且上面必须要处理，上面也没活，上面做活感觉很危险，黑棋然后白棋继续攻，对，他是在哪交换了一个，好像交换了一下，挤了一下，先是应手，对，黑棋没有办法，对，因为能挤到基本永远都不会亏，对，挤一下然后继续攻，继续攻，其实他这个棋还真的有一点动了杀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白棋，因为这个局部一下也看不出来怎么火，就按实战这样，对，走黑刺，对，现在黑棋局部之接眼型是不够的，对啊，你尖的话被一挤这个是火可能能火，你比如倒壶，但你这上面被先手被吃了，这是太大了，对，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如果团这个眼的话呢，你这个背尖，下面等于只有是一个后手一个眼，对，这个地方你要想做一个先手眼好像比较困难，黑棋，所以黑棋现在还是挺苦的一个形状，他也迫不得已，金志熙呢他实战呢先冲一下，使出有点苦肉计的感觉，挖，这样你如果吃的时候对，他在吃，对，他觉得这样的话你这个被我提起来，对，你如果再尖这边提，我的眼型好，你在外面要走的话呢被他这个先手一接，是团先手总是能活的，对，这就是不好杀了，因为你如果先团再挖吃的话人家不会很熟的走这个，对，我可能会，对，或者至少我走在外面， 对，我不会跟你交换这一下，对，所以他是用了一个先挖了一个，先挖了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好像也没法退，退他这个棋那一冲，这个走这个再一冲这个棋非常难受，甚至先这加了冲都可以，好像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就包不住这个黑棋，所以这里双方也是比较必然，对对，黑棋使出一个苦肉计，那么白棋就相应的把它提掉，对，白棋呢反正说虽然没吃掉你但是你也活得非常苦，应该说丁浩这样下呢也是挺清楚的下来，对，他显然对自己的整个形势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判断吧，他对自己的现在局部的话就告一段落，对，白棋接下来就是可以，因为这个地方呢黑棋还没活，但是你如果直接来攻的话呢可能攻不出什么太多的东西，也担心落空，你还不如先保留保留，或者将来你收空的话呢从这边打就可以，所以他抢到了这个局面也是一个要点，这个地方的最后一个大场，对，全局现在一个焦点，焦点是的，
啊，抢完之后，其实基本上可能就能围控的就只剩对，下一点这边了。这个棋就局面好像简化了一下。对，实际上这个棋双方感觉就拼关子了感觉，但是呢，前面呢，因为黑棋活得非常苦啊，所以这个棋呢下到这个时候呢，106手呢也是这个丁浩的白棋明显优势。对。接下来的话，虽然可能手数并不多啊，但其实棋盘上能够很有价值的就只剩下这条边，然后或许可能这地方有没有可能双方的再怎么去把这里的空分割一下？实战黑棋是先贴起，这也是点脚定式的一个后续。对了，他就希望你如果跟着硬的话呢，就他就搬，对，上面。对，他就压一压，他能把这个地方搬起来，把这个空围起来，这样呢能够维护这个实地的平衡。但丁浩并没有啊，这个跳也是一个眼见的好点，非常的舒服。基本上跳在这儿，黑棋是肯定不可能再去围二路对，空。这都是双方的必然的。那黑棋它也要破这个白棋的空，打入。对，因为现在脚上有力的先手，白棋的气很紧，所以你想要通过尖去吃掉黑棋强就比吃较难。强攻是很难的，我就随便走，自你己这边，借用太对，多气非常紧。所以那双方就是往外跳，让黑棋走。然后丁浩打了，显然丁浩对这个形势很满意，也不去琢磨这个地方将来怎么来攻你了。因为如果现在白棋觉得自己不够的话，他有可能就会构思一些利用这儿的先手，我可能就可以有一个屠龙的计划。但他现在直接就把这个说不用了，我们就进行收控。那黑棋肯定是把自己做活，他先把这个定型掉。然后跳一个，也是都是堂堂正正，反正说确明实从丁浩的招法上感觉传递出他就是很自信，现在对，非常他自信。也确实判断也比较准确，这个棋，那黑棋也加强自己，看来这盘棋最终还是要看双方的关子的收数。但是这个棋呢，白棋的暗move比较多啊，像这些中间的这些暗move，白棋比较好收这个棋关子。都很厚，这都嵌着一点木的这些地方，白棋接下来收这个，挡住，这也这个是眼挺见大的的。一个大的那个什么关子，这个时候黑棋立刻断一个，是适应手。这就是关子的好手吧？因为对。你不走，被白棋先手搬掉以后，你再断，人家就要吃这个了，对，但我现在断对，呢，你就不你能，就有点难受。你。你如果吃在这儿被那我他一要被吃，先手哇，斩，这个那木，差了2目棋了就，对，还差2目，有点差不起。但如果像实战硬在这儿的话，哇，那这一下明显还是对，对以后我挖的时候这会有一是一些个便宜。局部的一个巧手，这个断，我还说错了，人家不是以后挖，是当天就挖，就挖了，对，马上就挖，确实。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断一下，但白棋确实再补的话，有点被白便宜的感对，觉，价值不大这手棋，而且总感觉黑棋变对，厚了，白棋也你需要这个地处方理。被黑棋逼过来，本身目也很大，然后还有跟眼位有关系，所以白棋是拆一，这样黑棋可以断一下，还是比较舒服的。这里有一个双吃啊，连接。黑然棋后接下来黑棋拐了一个拐一啊。个，拐一个，他就是觉得，就如果从下面长或者挖的话呢，他觉得这边不大，下面价值。再把其虎一个，他觉得这样价值不大。对，如果我这样来围一围，我可能能围一对，个十接来近目，10目，但是白棋好像不知不觉也长了一些，现在整体的形目势是数。感觉怎么样？吧？黑棋比较好数啊，五就都四是比目较棋。明确的。这个地方呢，将来大概也就是白棋挡一个黑棋吧，这个补一个。挡呢，他肯定得补一个，不然被夹。我是不是怎么收我也不知道，提好还是挡好？这个地方 对，这我里不还知道，我欠不一知个。道啊。
大致是，大致上吧，大致上数一下这个，我打算以后一二三四五木七是这块棋，如果这样定型的话，我们先不算这样对，定型吧。先点到基对，本空，14目这块，24。这块棋呢，我们就算这样数吧，啊，到这一线，13、14目，算14目，对，这两块14，这个地方大概算个5目总是有的吧。那就是3个5目，15目，然后这10来目，这是三四目，也就是，哎，那黑棋也还是有接近50，不到50，是吗？我想5目，好像是十五，40目，啊啊，对，二十，15，这两个啊，40多，四十四十五，目，40目强一点，40强，这个10目，7目吧，那个就算6目，这块呢，1、2、3、4、5、6、7、8、9、10、11、12，这个都没算，实际上，可能白棋应该是有个1、2目，13目总是有的，20、30，这个地方32。三四，加完天目以后，这棋是差不多。但是呢，我就前面说了，这个地方白棋有一些暗目，这个打比较这个，厚，对对，这个地方一些暗目，应该还是白棋好一点。对，这个局但势，是通过数目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双还方是整体算比较接近，感觉是细棋摆好收的一个对格对局。对，所以现在面对黑棋的一个适应手啊，黑棋觉得简单挖不好，他就想说能不能占点便宜。但我看白棋的应对还是比较强硬的，他直接虎下去。这种棋有时候你退一下，有可能就越退，形势就越接近了，所以也不能手软，是的，打一个，那就要打劫了，黑棋提劫。反正这种棋啊，进入这个也是进入一个关键时候吧。一般来说，我现在觉得，我看他们这个顶尖的这个高手的棋啊，一般是120手到170手是一个很。最核心的一个区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时候一个是双方时间比较少了，也快进入读秒了；二个呢也下了很长时间了，精力各方面也下降了。再说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再出错了，这时候你再出错的话呢，就很难挽回了。所以这个时候呢，120手到170手是一般来说决定这盘棋胜负的一个关键处。所以接下来很重要，可能前面一直都占上对风，对，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对，松懈。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状态拿到最好的状态。那白棋接下来找劫啊，这个是不损的劫材，也其实稍微，提劫，基本不损。提劫，那么黑棋也不会轻易的忍回去同啊。一个找劫，对，黑棋啊，这也是它的免费劫材，然后提劫。白棋的劫材，加了一个，哦，加一个。觉得也还不怎么损。因为其实他要想，哦，现在这边不一定是劫，这边有劫，对确对实对，不一定不是是劫。劫那个可能，这地方被虎过来。有点严厉，这一虎。这个劫还是挺重要的，所以也不能轻易的打输。是，所以我们看，那么提完之后啊，黑棋这个立，他的劫材，接，这白点，棋点啊，就双吃，是劫。提，黑棋次，就双方尽量找不怎么损的劫材对，其实打劫是一个很难的事对，情，怎么去找尽量不损的，对，还有对于这个劫的判断。然后这时候呢，丁浩呢可能觉得不管找什么劫呢都有点损，所以呢他或者不是劫，没找不到明显的劫材了，所以他就虎了一个，算了。然后呢，这个金志熙呢，从这个地方突搬然一个，发力了。对，这个因为你断不了，断一个的话，他这一叫吃，我得连接，对，可以冲过来。这我也要断，这个棋形呢，它是我可得以跑粘，出来的，它这一尖就出来了。这个很可怕，因为白棋虽然局部能后手活，但是你这对。被分断了，整个外面就支离破碎了，这肯定是不能被分断的。所以他不所能断，以不能断，拐那一个，么大概率就是要拐了。对，这个棋其实也挺刁钻的，这个金志熙啊，感觉也是很敏锐，就看上去我们第一感会觉得这个棋白棋还挺对，厚挺的，厚的，但是对，但他发现了你这里面还是有有问些题，弱点，对。
因为刚刚说断不行，但你走别的被我一唬你也不行，你还是得紧住我。他这一顶啊，白棋先提劫，对对，提劫你不能粘，这也不能有冲过来，我觉得。对，如果你粘，那什么都不存在了，因为你拐完了，你也打不进来。现在的悬念就是黑棋如果说找到劫材提回来，白棋就不能简单的这样下，因为他有可能担心冲，以后有可能会有分段，就被黑棋断开。对。当然倒是分段完我局部倒是也都活的，但他确实就是问一下你这个地方的形状。那看看实战，实战肯定预劫先提。这种呢都是有一点小损了。对，打吃，因为这种棋形本来你不走，你就感觉哪儿都是先手，一旦定型完你就只剩这一个先手。但现在都是找劫材提，黑棋提不了。接下来就看白棋怎么选。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已经跟上他们的？哦，对，他们确实今天的进展还是比较的谨慎，双方都。然后长。哇，这个黑棋马上就会。对呀、啊，他也。但是他现在就是。也有点箭在弦上的感觉。哎，他怎么走完没敢吃呢？他就觉得不好找劫嘛。他觉得如果提。按理说他现在劫才，如果找一个这个劫，提，我们看一下白棋有没有劫。白棋好像也没有合适的劫了。对，那他是不是觉得不便宜？难道他觉得这样，是不是？我里面已经是活了。他提一个，他这个打有点损呢。或者是他找其他的劫都是有点损，他可能，要不跑那个呢？跑那个，好像也有点损。你跑这个的话。将来被白棋提起来的话呢，先手提的话呢，你也是损。关键他是不是担心他如果后手分段白棋，白棋就算中间补一个，就是你上面如果吃不掉我的话，意义也不是很大。可能是有这个担心，他就没有断上来。对，他没有继续断，他是单接的。没有断。对。是的。那这样的话就看白棋是怎么补。白棋正常是要提一下吧，我觉得。感觉提一下不会亏。我们反正现在已经跟上了这个他们棋局的进程了。对，那其实两位棋手应该也是上午九点钟开赛。那么进行到现在，应该说用时均衡的话，就是双方都马上要读秒，快接近六个小时了。对，但如果有一方可能用时多一点的话，可能已经要进入读秒。对，估计是金志熙这个棋可能要进入读秒了，因为之前他这棋很苦，我看他。常考的时候比较多一点，对，从前面的智孤，然后从进程上，时间上应该是丁浩有利一点，我感觉。对，而40秒的读秒确实对于我们中国棋手来讲还是需要适应的。对对，我们的比赛好像要么就是30秒，要么就是60秒。对，然后韩国的40秒规则其实也是为了配合他的电视台转播，所以他好多比赛他觉得这样节奏会快一点，所以设置的是40秒的一个用时。是。所以我们为了去备战这个，也是在开赛前，对，我们下了针对性的，差不多下了接近六七盘吧，这样的40秒的赛制的棋，就是参加 LG 杯比赛的棋手，就等于说有可能要下这个比赛的，他们单独进行这个专门赛制的训练。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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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在我们也对非常接近。其实这个比赛呢，稍微有点遗憾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最近状态比较火热的这个李轩豪九段，没有在其中，没有选上。他因为是在三月中旬的选拔赛里面呢，对，是输给了乌光亚。而且我看看他发了个朋友圈，他那个棋啊输得特别的可惜，是相当于就是进入大关子的时候啊，他胜率 95% 以上，结果他自填一气被人家提起来，就相当于这个。对，这个属于可能就一下子的错觉。对，属于那种大的那种勺子。是的。所以非常的可惜他没有选上这个。对。不过也侧面证明了就是我们内部选拔赛的残酷。对对。对吧，像这一两年的世界比赛其实都是等级分非常靠前的，然后进行一个可能要赢三轮或者四轮。对。才能出现。那你想就是在这种强度下能够拿到名额的也是非常不容易。接下来白棋提劫，对，应该是正常的。这时候黑棋就要找什么劫，他也要有点头疼啊。找劫非常难，感觉如果找不好劫，就是可能损的都快赶上这个劫的加持了。对啊，现在他也没什么太合适的劫。这种点是劫吗？
点白棋尖先手有可能，主要不知道他会不会补在，不一定是接，白棋有可能提，你冲过来他这尖完不一定，看看他可能如果这周小姐冲过来，这棋好像，而且我这个厉害是先手，这个局部看起来你要杀也挺累的，我就是走一走好像我就煎一煎吧，煎完我这个冲了几什么的，我还可以单挡，对，这个地方我冲先手，比如说你要来杀我，我要不要立掉啊、哦、立掉担心白棋挤过来是吧，那就立掉吧，如果呢对感觉立了立、这样你要杀好像还也不好，反正不管怎么杀吧，这棋被白棋冲完这一挡好像都不是很好，对，煎一个，对，冲，我只能拐，我再接住，得退，再往前一冲，你要想进杀我看起来很难，对，而且我局部本来我加你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对对，就是个大结伙，挤完先手一加你只能打我团打，他所以可能对他没敢这个，他是哇，但是冲着找也是总觉得也是损的呀，心理负担，给棋友们看一下，黑棋确实可能觉得点不是劫啊，他是选择了冲着找，但这个冲一般就是觉得很损，对，白棋总是欢迎的，你先下损劫，对，首先以后轮我下我可以加你，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有可能你是会用点或者用尖其他的，对，就冲一下肯定是有损的，但他现在没办法，但黑棋提完之后就看白棋，他黑棋我现在知道他不打这一下，他将来可能觉得从这边打起来更有力的，有可能，他不希望是一个那样缩回去的形状，现在呢如果该白棋，看看白棋的解菜，白棋是白棋上面会有解吧，但也不好找，也是不好找呀，怕损，也是怕损，你挡的话其实还是有些损的，这个棋，而且你挡完以后黑棋就好意思直接跑一下提掉了，本来你黑棋是不能那个这个跑了提掉的，就是黑棋不能先手收这个关，因为这样是损上面的眼，但如果你一旦这个团跟我交换，那我肯定黑棋会跑掉，所以这里很微妙，白棋不能找这个，所以白棋他也就干脆他觉得这块棋反正你断开我也是活棋，我至少大龙没有什么问题，对，我这个打先手嘛，你如果团的话呢，我这一胡也是活棋，对，你吃这个我一做眼，这个局部是总是活棋，对，所以他不会有大的问题，白棋脱先的话，所以他这个飞呢也是间接的防止这个黑棋打出来，打了长处了，感觉是不错的一步棋，因为白棋一旦加强自己的话，黑棋开劫就也不敢不太敢开，因为你如果开这个劫至少我还有可能你还要好几枚劫菜，你现在也没有太合适的劫，你再怎么再损好像，对，你比如说开上来你要损得多我也有退路，对，所以感觉好像丁浩这步棋还不错，好，算是解决了一下现在这个黑棋提过来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看这个胜率啊好像是已经白棋已经达到 86% 了，那还是稍微有一些优势，估计有个两三目的优势吧，我觉得像这种，对，因为现在比较就是棋盘还很大，对，这里也跟棋友们说，如果棋盘特别小的话，可能你99也就是半目，有可能也就半目，对，所以棋友们才会发现有的时候进入独秒以后这个胜率会反转，就可能一小步棋下错了就不一样了，其实就是半目胜负，对，但现在棋盘还比较大，对，我觉得应该是有个两目棋的优势，我感觉上，对，是的，那现在我们也追上了这盘棋的一个进度，反正呢丁浩这盘棋对他也很重要，因为他前一段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在亚运会选拔赛里面是还挺出人意料的，对对，他可能不太擅长下那个赛制，我是觉得，我分析，因为那是一小时三次三十秒的嘛，我觉得他可能下这个比较慢的棋呢会好一点，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等级分掉了不少，是我们那个选拔赛是计算等级分的，对对对，而且对他信心可能也会有一点冲击，我估计，所以这个国际比赛呢，他如果能在这次 LG 杯呢，这次能进八强的话呢，对他是一个鼓舞，鼓舞，鼓舞。是的，
所以我们因为确实在亚运会开始之前，他的整体成绩一直很出色，然后很多人都很看好他。对，去年有一段连拿三个冠军，好像是两个、三个、三个，国内的三个，状态简直是非常火热。对，现在当时因为他亚运的选拔不是说很可惜的那种没选上，还是一开始可能就不太适应。对，然后是好不容易才开壶的那种，所以当时我们大家都还挺惊讶的。所以对他自己来讲也是很需要这样一个鼓舞。对，那我们看一下，他们还没有下啊。啊，柯洁那盘也很激烈，目前结束的是。对啊。其实我们之前在给大家讲之前，我们很关心申真旭那盘棋，不知道棋友们有没有在看啊？因为可能在赛前，如果你听到申真旭对于正棋，你肯定是会看好小申，差距非常大。对，但是可能一直有看那盘棋的棋友会发现，其实在整个后半盘双方是咬得非常紧，对，而且应该就是一个半目胜负，双方的胜率一直在反复。而且我看在半目胜负之前，有一度这个于正棋胜率都达到了90%多。对。结果就是一两步棋，也就是说大关子的时候没下好，一下就是反转过来了。对，所以当时感觉在看的时候觉得如果于正棋能赢小申的话肯定是一个冷门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但现在好像来看这个局面好像。对，应该是又被他稳住了啊。我刚刚去看了一眼，棋友们可能也在看。所以说那我们肯定还是要直面我们这个目前最大的对手。其实呢申真旭呢他也不也有下的不好的时候，其实也，但是呢，他的最大特点呢就是后半盘强，他能够稳住，对他总是能够冷静，或者是形势不一定有利，他能冷静下来，然后呢，依仗他强大的这个后半盘呢，对，就像刚刚黄老师说的，其实在这个关键点，你要是扛住了，就那几步棋的事儿。对，我印象中之前很多次世界很重要的比赛，其实我们中国顶尖棋手对到申真旭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优势，但是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他没有处理好，就是后面读秒的时候可能是，对，就被他抓住了机会。对，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大家也都是在训练这个读秒的功夫，争取能够说把自己的优势保持下来。他的这个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这个申真旭。好，那我们再看看我们这盘棋有没有下啊。哎，黑棋看来还有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吗？还在想，对，还没有下。这个棋他肯定在想怎么要不要打这个劫了，因为他肯定是在想，一个是判断一下形势啊。正常的收官的话，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形势不太有利了，他要想这个打上来或者打二路打劫劫财的情况，找什么样的劫。对，但是他连这枚劫都用出来了，感觉他确实不好找，因为我们说了这边他不能轻举妄动，然后这边他其实除了这没有劫这个地方，对啊，点一个是劫，点一个是劫，点是劫，但是这个就点是太损了，我是不是可以补在上面？那这个太损的劫可能一下就能不能下得了这个决心？对，其他就没有什么好劫菜了。所以还是要看黑棋现在也到了一个比较难下的地方。对，金志熙呢他其实上一盘呢前面下得很好，跟顾子豪。结果后来呢顾子豪呢就是没有抓住机会。对，已经有机会了。对但很可惜。对。但其实说到上一轮，我觉得我们本身十月九段对申敏俊的棋也很可惜。也很有机会。对，如果最后能够稳住的话也是形势非常好。其实我还是在这个120手到170手之间他没有顶住。是的。上盘棋应该几盘棋都是这样。对。是的。所以我们再看一看黑棋现在怎么样。那当然待会儿呢我也会给大家讲解大家非常关注的柯洁对申敏俊的棋。今天呢我们这呢应该是杨鼎新赢了，然后呢一盘内战。对。我们总共五位棋手呢，我是觉得呢我估计赢三盘是问题不大，现在目前形势来看至少三个人进入八强。对。我们最好的结果呢是希望他们全四个。对。那就是
最好的结果了。嗯，因为确实很遗憾，我们在抽签的时候，芈玉婷和赵晨宇是无奈的必须要内战。都如果能够全部对外，感觉也不错啊。对对，但是确实抽签的结果就是如此，所以对我们来说，八强如果能进四个，那是最好的结局。是的。然后如果能进三个呢，应该整体来说也可以接受。对，对。但现在目前来看，我们中国棋手还是做得比较好。对，形势都还不错。从形势来看，是一个保三争四的状态。哎呦，这手棋甚至这个金志熙考虑了很久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个转播，可能他没有跟上了，也有可能是。而且这个里面，这盘棋还有个小花絮。嗯。当时特别早的时候，好像有步棋啊，对，摆在了一路。我们当时记得是很早的时候，当时最经典的是白棋走在一路以后有30多的胜率，我当时记得。对对对，引起了我们的一些那个猜测。对，因为我们毕竟不在现场，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出现了一些滑标的情况，还是 对，然后发现只是转播的一个小失误。当时呢，还以为是真的是滑标了，这个尤其丁浩啊，对，还在考虑什么情况。后来呢，他是转播的时候呢，出了点那个，就是网络转播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对对对，不小心点赞的那个一路，对，这也是现在线上比赛就是有这些担心。对，好，那终于啊，黑棋想到了，对，哎，先拐一个。拐一个呢，首先这个局部呢，它可能是问一下你的应手吧。嗯，你是虎啊，虎还是长还是粘？嗯，从最强的下法肯定是想往前藏。嗯，那这样的话，黑棋对，大汉话就留下了，黑棋留了下了这个段。嗯，有吃你的可能性。对，但是这个段到底便不便宜？这样下黑棋，我们也是要打个疑问的。对，因为吃了一些，但是下面还留一个官子。这边白棋提了，变厚了这块棋。嗯。要不然就是粘住，对，粘住会厚一点。对，粘住或者虎，对，虎的话眼型好一点。对，虎的好处这一下一手棋能爬过来。可能是不是虎感觉比粘好？这个棋呢，因为它可能拐一个呢，将来要制造劫材，这个多个尖，它甚至打完以后呢，我觉得可能白棋不会虎。哦，这个尖完这边还有这靠什么这劫材看起来很多，而且薄了感觉。嗯。确实，这有一点纠结啊，看看，应该啊、可以脱先是吧？就是、这个棋最好的，就是确实像黄老师分析的，你越硬越重。对，这个地方没法硬，你硬完以后，黑棋劫材就多了，他要那真的要断打上来了。对，所以索性要不要提或者怎么把这削了？对，我觉得丁浩应该不会在这硬了。对，现在很关键啊。哦，如果局部要下的话，局部的虎在这，还是要厚，说明现在就是这个劫是最关键的。这盘棋呢，取决于这个劫最后定型成什么样子。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丁浩还有时间的话，多想想，对，非常关键。这个按黄老师说的，现在是在这个区间以内，在这个很重要的，是的，这个时候能扛住，基本上后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了，对，就他们这个水平的棋手啊。对，所以我估计这步棋可能白棋还会想一会儿。局部他觉得是应该虎，从局部来说，这样即便打的话呢，以后收一收可能将来还有翻打或者是。觉得可能核心还是我一虎，你局部就没有劫了。对对。这样我这边能撑住。那所以千万就是，我觉得长可能都比对这个是最危险的，因为越来越重。这个的话就是局部留有太多的手段，而且毕竟还是把这走中。对，所以看一下丁浩接下来的选择。很关键的这几手棋下面。非常的关键。但是还是领先的这个形势。对。而且 LG 杯确实每方三个小时还是整体进程会比我们看其他的比赛要更慢一些。是的。他这个棋呢，他这个16进8他也是分两盘两天下的。对。今天呢，先下五盘棋，明天下三盘。是，但明天的话，其实就是韩国的内战会多一些。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次 LG 24个人，总共我们是7+1嘛，加一个中台湾的棋手、王元俊，中国台湾的选手，七个中国选手加中国台湾的，是，所以说，感觉现在人数稍微占点劣势，就是一上来的本赛的时候，对，不像我们像春兰杯24个人，我们就明显，我们主办国嘛就会那个，
对，多少名额对，上多会一些好一名额。些，而且我比较怀念以前的综合预选，是感觉在没有疫情出现之前，我们的预选呢，觉得是一片凯歌。对，我们那样的话，肯定会有预选的赛的话呢，会名额进入多本很赛多，名额肯定会多一些。嗯、是因为感觉我们整体的厚度吧，就还很是多年轻小将在遇到这种。都是很日有韩冲的，击力的，对，很日有韩的冲击顶力。尖棋手，可能我觉得最后他们的名额会受很大的影响。对，但现在毕竟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各国内部选拔嘛。对对，所以我们就像刚刚提到的，像李宣豪已经拿不到这个参赛资格。对，因为他当时啊，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呢，世界比赛呢，比如说五月底下，你四月初就要求报名。对。因为他报了名以后，他好做一些宣传，他要做四驱车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呢，当时李宣豪，我们而且你四月初要报名的话，你不可能，当时还有四月份还有亚运会的选拔，所以我们必须得提前进行选拔。对，是这样。所以呢，李宣豪当时呢还没有最近的两个冠军都是在这个四月份以后拿的。还没有状态这么火热。对，当时没看出他，虽然能感觉到的他的棋还是挺强的，从南北我也觉得比较稳了，而且他优势的情况下呢，总是一些压倒性的。能够从头到尾都是那个胜率很高，确实。而且我看了他们一个报道，他最近下的这十多盘棋，胜率经常 AI 的吻合率达到70%，有一半以上的，很高的水准。对，这个就说不是一个偶然的了。因为之前我记得是说，我们基本上只有申真谞和柯洁在发挥比较好的时候是能达到70%的一个程度，但也是偶发现象，不是每一盘。但如果说他能够在一段时间稳定住的话，那是非常强的。所以这状态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后续的世界比赛，因为他既然连拿两个这么有分量的冠军嘛，肯定这个国内积分也会比较靠前。他目前春南杯八强还在，只是遗憾的是呢，他是要对杨鼎新我们内战。其实我们到时候也很期望他，比如说跟申真谞能够对决一把啊，他在这么好的状态下，有点可惜，期待后面的比赛。那确实也感觉到丁浩现在面临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下，丁浩依然没有下。那我估计根据刚刚黄老师的分析啊，丁浩的时间还是会有优势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丁浩在这里好好想一想，抓住现在局面的重点。那我觉得这盘棋可能问题就不大了。反正提示大家，他现在只要是丁浩这个处理好的话，他这个棋是明显优势的。对，所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盘很关注的柯洁对申敏俊的棋局。那我们待会儿最后呢，也会给大家看这盘棋的结果。好，那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下。好，一会儿见。天元围棋会员。